刚刚点了一支烟，然后它已经变成这个橘色的灯，好不好？灰尘侦测，这个灯已经变成橘色了。然后上面的风量也提高转速。我们看它多久可以清除干净。哎，降速了。不到1分钟就降速了。事实上，现在我闻到刚刚的烟味，现在也已经差不多快要没有了，就刚好不到1分钟。